两乱哦，非自由乱，两乱。好，在要休息一下的同时，我讲一下，等一下我们的冠军是老师们在比完赛之后，老师们就讨论，然后冠军会在最后整个表演之后，表演完了才公布。好，所以等下比完就是握手，然后结束这一个部分。待会的战机冠亚军到底是谁，我们最后才会公布。这是很正常，我刚才以为是冠亚军，你们家长要出来对战，而且没有，家长松了一口气。OK， 我好想看家长对战。如果家长觉得这样跳起来好像小朋友在跳起来，你可以下来跳跳看，你会不知道我在跳什么。OK， 开玩笑，缓松一下心息，不要紧张，两位哦，看起来后墙不会紧张，后墙不会紧张，太无所谓。那小苹果会紧张吗？会是，没关系，放轻松，还是我再讲一个笑话。他说不会。OK， 好，那是我在紧张。好，我们直接进行我们的冠军争夺赛，每人两个啊，一声转到边。